我没有理由把一个原本就是宫中的人又带回宫去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玉乳膏是慈善房的独门秘方，除了皇上皇后，一般人是根本吃不到。你居然认识，这不太奇怪了。那是因为你以为你是宫中派来的，说是皇上派你来的还是皇后派你来的？让你看着本宫，可没有让你们逼着本宫用膳。退下。